它有两个，几个轮子？两个。很容易会跌倒。你这样会不会太近啊？如果把它转过来，会不会好一点？转不过去吗？不行哈。你看。卡住哎。是哦。你要研究一下。昨天我是可以这样子的。昨天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它就可以放到这里了。昨天。嗯。真的哦。昨天。那等一下我。那预备。Go。不是啊，你坐上去就这样骑，对，这样骑才对。这样骑才对，才那个脚才伸得进去。对啊，你骑看看这样。哇，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式。哇，你不要骑了。我不想要这样子。你试看看嘛，因为刚刚那样子是不对的哎。那样子变可能卡住，很容易跌倒。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跌倒。嗯。对呀，啊，你这样子骑会骑得更快耶，这是金刚战神他们都这样组装的。对呀。他不是这样。刚刚是装错了。金刚战士不是骑摩托车，我有说过。那个旋风骑士啊，旋风骑士他们都这样子骑耶。哇，这样子才对，超酷的。你先坐上去骑看看，啊，如果不好骑，爸爸再帮你调整回来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有没有很好骑呀？哇，成功耶！你看很好骑耶。可以转弯。可以转弯耶。太危险了。这样太危险。这样转弯太危险了啦。哇，你再骑看看，我看一下有很顺利吗？